不然我去，你先扒着，我上冰箱里看有什么，然后我先开始烤，把冰箱里肉给你烤熟了。你赶紧把蒜跟姜给我弄出来，别烦。对的，我已经看出来他想逃避了。待会儿我再去，好吧？我待会儿再去。刚才我听到了有人有一声长嘲笑。你先把豆腐皮给我削了。 他这种人就得指挥他才去，不是我说那个 KK 啊，哎，他有一些辅料，你可以先给他切，我把这些蔬菜先给切了。对啊，你先帮我姜蓉、蒜蓉切出来。你们给我分配的任务太多了，你到现在一件没干好，当然觉得多。我一直被分配着干这干那的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没闲，其实我一直在忙活。哎呦，大哥，你不是这么切的？来，我来弄这两个，你让老婆给你派别的活。他的缺点是不会做家务，家里我会帮他打理所有的事情，然后他也不会做饭，不会洗衣服，你要操两个人的心。哟，切厚了，浪费了。来吧，我来切吧。 你就看着火，火开了叫我。